fire 然后 EQ 大炸啊，兄弟们！肯定要玩酒桶啊，兄弟们！不玩酒桶没 AP 啊，打这乌龟、臭乌龟打都打不动。破盾谁来出啊？光辉，光辉姐姐，你可以第一件做破盾吗？我这英雄做破盾，那是我吧？验开了。哎，要不让杰出吧，你出吧，这我们太抽象了，我出的话太抽象了。我还想出青龙刀来着。感觉你得做破盾这把。牺牲一下，幽梦先别出，做破盾。真的假的？不是做破盾，我只有个毛啊！你确定？没看你呗，看你呗。哦，你不进野区了，对吧？是吧？我酒桶怎么进野区啊？你在逗我笑吧？哇，你你的理解这么独到呢？哦，等一下，玩酒桶进野区的，只能说是……不是，这杰拉有点恶心啊！是的。坏了，你们下路有点厉害啊。哦，我也没事，你稳住，等我过来，好吧？发兵啊！哎呦，单杀这么厉害？单杀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在叫什么啊？那么我一次不死，知道不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哈哈，小丑，太幽默了啊！我没蓝了，没关系，我在，美女姐姐，把成绩给我交了，我在，救杀他。杰拉就下了，我也来了，能杀，操作一下，七十七，翻了后，啊，不是你有病啊！你去后面，全是残血，没病，都是你的，还有一个，放位一个平 A， 你看嘛，你没病，我宣布你健康长寿，哼。你以为我在我给你打残你补你补伤害是不是随便杀？确实是这样的。对面那个对面那个风女 EZ 都没闪了。上路我能靠永恩，只要你双剑滑斩打到他，他这波就必须回家。小心龙龟抓住反蹲哦，他在上路。龙龟不可能在的，兄弟，看。OK， 好有实力，跟看得透一样。这就是顶尖打野的意思，知道吧？快走下路，线可以少吃点。杰拉上来了，在我这儿可以看吗，老弟？我在。没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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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用了。那我走了。没闪，我没 W 啊，我家清线了呀。没事没事，不是别没事没事，有事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啊，本来就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了，杀了呗。他们一直针对你们，没办法。我们确实没关系。他们中塔要掉了，牺牲一下好吧。fire 了 home， 穿越了好吧，他没闪是吧？是的，已经秒杀。OK， 好 ，fire 的 home， 他妈 CF 的吧？直接给他炸死，开个小扫描。我来了，别来，我能杀，别来，老弟。我觉得你杀不了，你能杀我当场认作你爹，一个 Q 收掉。你认作我爹，我把他杀了，你还认作我爹？对呀、啊啊。我认作你爹吧。哇，谁聪明啊，什么都要、哎、骗不了我了好吧，你能骗我一次两次，你能骗我第三次第四次吗？真把我当把你当猴耍怎么了？我说了我心情好的时候把你当猴耍，
心情不好的时候把你当狗耍，知道不？你是什么东西呀、啊、你啊？你玩个劫？怎么了？就只会玩个劫，你有啥实力啊？啊？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如果我跟我如果我跟榜一同分的话，我可以算国一吗？行吗？你不可以。不是，不上国一不下播、啊。如果看龙，别搞啊！你怕什么呀？我去带你上国一不就行了吗？反正有野爹。来过来，你去卡猪乌龟，你去同你去卡猪乌龟啊，别让他打小龙。卡猪啊，你别急，我来了。硬减速 A 他也他上面他减速，中，给他收掉。哎呦，怎么打完了？刚刚硬减速拉走，不要急，闪现拉走。来，我在。拉走，他没打到我，再拉扯一下。我在。我在。一直在草里，一直在草里。哦，不是。看一直呗，一直上很高的，一直没闪。一个 A 收掉，有点难看一下。嗯，我在。哎，剩下来了，别追了哥，搞毛啊！卡了，我造。刚刚说话你听到了吗？喂，我没听到，我知道你卡了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后面就是卡了。对，我技能没放好，我卡了。哎呦，真的烦，不然全杀了。下的取光是吧？行，必须比第一分高是吧 ？OK， 行，来吧。你干嘛？我帮你打怎么了？你在叫什么？你吃了我两个小的，我很斤斤计较的，我很在意这些东西的。哦，你没有格局。我又没格局，那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你别碰。像是我小学的时候。把他红 buff 反了，我来了，提这个大桶桶、哎，不要怕他呀，他只是这个乌龟。我把桶子放在这儿，你看我。我不是怕他，我是要杀中路，什么毛啊？你看你妹！我肉弹冲击爆破酒桶一个 Q 再炸你一下一个，哎别跑哎，一技能挂 Q 别着急的等，别急再 A 一下，减速别急，他就挂一个双，有闪现放他一马，那都留着技能想 K 头呢，那我也不用，我看我这等他跑了都不杀，哎别用呗，你等他跑呗，那叫什么？真恶心，那七个头都是 K 我的。哥们儿，跟你心连心，你跟哥们儿玩。你用两个助攻 K 你七个头啊？咋了？你疯了？啊？这怎么没地？快跑！别急，我来救你了。W 过来大刀，硬减出一个双标，点燃挂上。点燃挂上怎么说？换位闪现拉走。我在，别怕。杀人红尘中，多生百刃。不是你不要学我的台词行不行啊？不是我学你的，你盲看就等你三重能够喷个白眼你啊啊！不是 ，fire 然后 ，E Q 出惩戒，不要着急拉扯，来追我呀，臭乌龟！杀人红尘中，脱身白刃里，哈哈哈！怎么说？咱们直播间有没有看过那些酒桶主播的？有没有适合酒桶的 BGM 推荐一下？我回家了，来个皇冠，给你们来波帅的。直播间的弹幕太搞笑了，来，兄弟们，别怕，往前给我走。往上靠一下，救一下那个白狗。哇，他们的技能好多呀！推推棒 fire 了后，一技能走。
得上高地啊，妈好人守线啊，选个选这个阵容就是出来守家的，真是糊了。我在我在我在，我只从后面进。走吧走吧，打龙去了打龙去了，放过他们放过他们。怎么不说话了，哑巴了？我没有哑巴呀，因为我没有必要跟你说话呀，你叫什么？我还以为你哑巴了呢。哎呦，咋怎么说？只能等大龙啊！对面好猥琐呀！啥 ？A 剑九叔换换 A 一下 ，A 两下 ，A 三下，白金消失，刀背挂个刀双标，硬九叔双标直接秒杀，以我的技能换到打一，刀背减速一个双标，以我的技能换到打一，你依我呀圣，搞毛呢？虚弱他是不好杀他。哎，这个大号不敢喷人，你让他随意喷他。酒桶 BGM 那肯定是 LP 的369圣经。太夸张了。来个帅的，我要我三件套，我要出三了。要拉过来。交一交一交一技能。交一呀、啊、你们交一呀、啊。不是你有是不是有，哎哎这边打起来，我靠一下。推推棒 EQ。不要着急，没有被拉走，阴减速，闪现 E 大招，哎哎哎！这是只高手，这大兄弟们，这大招好像有点难中啊，兄弟们！哎，乌龟来了，救我救我！你进场，你进，哎，不要，爸爸！你不死，我当场认住。我，你信不信他死了？哎呀，畜生，他嘲讽我呀！他不嘲讽我，他死了。我是姜维猛中出发，他我还能跑。血压有点高，喝口水冷静一下。你差多少分嘞？你拿国一。不会我跟着你打到明天早上去吧？不是，怎么可能？那还播个毛啊！我靠，怎么确定？怎么不可能啊？赶紧结束了！你不相信我的实力，还是不相信你的实力啊，老弟？你差多少分啊？我差三把，但是我必须上大师。哦，差五六把。那必须赢一把。那我们得提一下数了。那我们得像之前一样五分钟一把了。哎，能救你吗？我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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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大龙呗。大龙可以动吗？说实话不好动吧。可以动可以动可以动，来来来打打打打打，信我，我中过去第一惩戒。虽然说我现在没有惩戒 ，AD 帮我们打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对，我这酒桶斩杀性很高的，我很自信的。你说我玩瞎子拼惩拼不过他们，但是我玩酒桶的时候，我的拼惩那必须是无敌的。来来来，这波中路我来开好吧。枪刀了，兄弟们，开音乐。又要开音乐了。别急，拉扯，兄弟们。当我说听到一颗球要开音乐了。这波直接给对面送给拉扯烂，一技能打断他的 E。全都是细节，你带中路好吧？我只能说上路这条街。我来说，我说了算。三、二，等一下，走一下位，别着急，喝口酒，让他先手 ，Q 一下 ，fire 了后，哦，哎呀，不是我被操作，我吸回去了。一波了，别闹了，宝贝儿。结束这场无聊的闹剧吧。
小丑，小丑，找个班上去吧。四眼天机没实力还要去操作。能杀吗？杀不掉吧，好像。哎呦，长两个，那伤害不太够啊，这是。全是护甲，这把要是不玩 P， 我都不知道怎么赢。还好玩了个酒桶，这把玩瞎子都不好赢。我大招中过吗？你说这种话，我就不爱听了啊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我去操作去了，好吧。有机会五杀啊。哎，什么礼物？哇，这什么礼物 ？Fire 了后 ，A 一下，十，也喜欢救你，喜欢当英雄。哇，感谢我西西姐姐送的私人飞机，你有吗？我也有私人飞机了。怎么说？你不是要操作吗？我都杀十一个了，你才杀十个呢。不是杀十一个怎么了？你在叫什么？我一个 Q 打了四百多点血，不太痛啊。看我的操作。好，怎么说？镜头聚焦于你。假装炸龙龟，其实不然。完了，这是一个大招炸回来。结束了。够了。OK， 提速，提速，提速。谢谢我西西姐姐送的大飞机。祝我西西姐姐春天北夏天白，一年四季发大财。哎，还差两把，兄弟们，下播吗？我去通风也可以了吧。